大哥，这么多武馆，先打哪家？一、炮、一、滚、炮、一、滚、炮、走。兄弟，交钱啊！拜师噶，入嚟先讲。谁是馆主啊？我咪系馆主咯。我叫金山找，久闻佛山是武术之乡，所以专程南下，想跟佛山的武师切磋武艺，交流心得。切磋武艺？对。咁即系踢馆啫。指教，指教。好，你哋行埋一边，睇下你师傅我点样教训呢班外江佬。喂，唔系呢度，你企呢边。外江佬嚟咯。做咩事啊？睇嘢啦！师傅在哪儿？抬刀。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